的会议啊，来来到这，一开始大家拢足无看好会议啊，因为发现着讲台下面的人无几个伫咧听会议啊，所以因讲这种的选举要哪有希望？但是我感谢咱遮乡亲长辈陪会议啊一路行来到这，会使讲协助真侪咱的好朋友受到人的这个糟蹋。请主去用恐吓，我伫遮拢甲恁说一多谢，感谢有恁一路行过来，有恁流汗，有恁流目屎，安尼大家一路行来，才有今仔安尼。讲咱搁甲咱个亲情好朋友，搁斗拜托者，搁甲伊请出来者。只要伫鹿港、后天、秀水、河尾、新港、山西，咱遮亲情好朋友拢甲伊请出来，搁来甲拜托者。啊，咱呢相信哦，伫大家搁加持之下，咱一定会赢，对唔对？感谢大家啦吼，谢谢啦吼。爱爽，爱爽，今天的努力，真的吼，这一路来真的真感谢。选举选这一边吼，唔捌像这届安尼，但是有乡亲你一路相陪吼，真是互我足窝心的啦。啊，这一阵虽然讲，无像传统的安尼遮尔歹做，但是我嘛相信，我嘛有信心。恁有感觉无？即摆咱伫基层，愈行是愈好行，对无？过去一开始，咱咧敬烧酒的时阵，感觉人拢足陌生。到即摆足侪人拢主动甲会议啊鼓励，甚至拢甲会议啊安尼讲，你一定爱调，无调袂使哩。哦，所以互会议啊会使讲一路行来，愈行愈好行吼。所以遮拜托大家爱支持，四号的王会议好无？有机会替咱地方做较侪代志，替咱基层好好来发声，安尼好无？当然，而且还佫来拜托哦。咱即届还佫有总统大选，两岸也要和平，咱来选谁？才有法度互咱两岸继续和平，因为咱周遭真是太侪人出出入入伫大陆，两岸也无和平，咱的社会规个都动荡啦吼，经济都有问题。再来第二，政治也要安定，爱选谁啊？嘛是爱选二号的马英九，吼、哦。因为咧，咱国民党的执政，大家拢知是温和的，咱是伫现有的基础上一直向上在发展，一直努力在发展。国民党执政绝对是稳定中求发展，未有真大的变动，是不是安尼？对。再来，人民也要安心，爱选谁啊？先选马英九，再选王美女。啊，人民的心也要安，为什么？因为马总统伊足清廉的，伊做代志对就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哦，所以有伊来做咱的总统，我相信未来，搁予伊四当，一定台湾的无同款。伊第一任做总统，伊搁有缘有足多代志，无顾虑着输赢，伊就是要做。我甲大家报告，马祖经迄一暗，伊全部拢是林益邦的阵容，但是伊敢带惠美啊一个人，回头牵着惠美啊手行过去，伊爱选举的人，敢毋是？伊敢袂烦恼伊的选票流失？袂呢？伊敢咧认为讲这是对的，党提名当选，咱就是爱坚定该支持，所以一路牵惠美啊。的手行入去，搁行出来，安尼总统，大家咱甲配合无？对无？有输有亏啦吼！啊，伫遮我嘛甲乡亲长辈做一个拜托，所以在这边要拜托大家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选票一起来集中，支持一个能够当选？国民党绝对没有分裂的本钱，一旦若分裂，咱自己先不够累汉无？是不是？咱来甲国民党伫第一选区自己先甲老好行，对无？支持不是国民党提名，你就等于支持民进党，所以伫遮拜托大家，咱把票集中，共同打拼，支持国民党提名，二号马英九，四号王伟民，五号中国国民党，好无？拜托大家了哈，啊，感谢各位，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哈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